Oh boy.一碗生米饭，三个荷包蛋，几勺拌饭酱，再来点海苔碎搅。哼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孩子不爱喝你做的鲜榨果汁？那是因为残渣太多。准备孩子爱吃的水果，随便什么水果都可以放进果汁机，自带过滤网，榨汁分离，每次孩子都能喝一大杯，以后再也不用出去买果汁了。每次去烧烤店最馋的就是这块烤鸡翅了。准备我老公的鸡翅膀，双面炸99下，加料酒、生抽，多点烤肉蘸料，这才是好吃的关键。油热放入腌好的鸡翅，小火慢慢煎，煎至两面焦黄熟透就可以开吃了。一口下去，焦香酥脆，简直太满足了。水不和面，时髦学会塑造掉渣的懒人青椒肉丝饼，满满的都是料，肉丝加生抽、老抽、毛油、玉米淀粉，拌匀腌制10分钟，锅中烧油倒入肉丝炒至断生，放青椒炒熟，一块手抓饼放上馅料，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，锅里不用刷油，煎至两面金黄酥脆，喜欢的赶紧学起来。